人生在世究竟为何？幕幕戏码间，你究竟得到什么结论？这才不枉此生。而你这些结论是可以滋养我们灵命的成长，而在灵命成长中又解决了前世今生来世的问题，所以这全部的东西要修通，所以你才会看得越来越明，而且心越来越定啊，不要被这一切的不定数啊牵着走，但是又哪里那么容易呢？如果今天没有搞通搞明白，还是在红尘中随波逐流，就算是家财万贯，也有可能一天什么都没有，哦，离开了人世间什么都没有，但下辈子来是不是注入了这么多的财富的筹码呢？不一定。所以看到那些东西又何必，哦，花下那么多的时间呢，做一些无谓的，感觉是进步，是不是真的进步的？不知道。但是时常问自己，就是到底今生来，哦，这些带不走的东西有增长与否？那你说没钱吃饭也不行，对吧？但是说你吃饭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天天就是没事干，然后天天想要去哪里玩，你说这一生走到尽头又带来什么呢？你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我们至少享受人生，至少玩过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讲过嘛，哦，当你修行修到一个次第的时候，你都不用去玩了，你看张照片就已经融在其中了。你说，哎呀，生活这么乏味啊？那你错了。你真的能够调动的时候，搞不好那个融入其中，比你真实去还要来的感受不同啊，只是你还没练到那个程度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试试看喽，对不对？在超马世界里面没什么不可能的，现在可能还想着要去旅游，对不对？可能明年后年你就发现自己成长了，是喜欢旅游，但是呢，随处都是好的教材，对吧？人生这么多的风景，怎么会只贪恋旅游时那几个风景而已呢？对不对？这想通都明白了，哎呀，天天是好日子，哦，时时是好戏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我们真的得弄清楚，哦，免得呢一晃又一辈子，天天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位学员呢说，家里的成员呢有这个严重的精神病，已经30年了。那一发起这个精神病来呢，就是乱打人，哦，家里的成员都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哦，我说那我这个转一些书籍功德回向他给他可不可以，哦，你要知道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句话讲的是什么你要搞清楚，这句话讲的就是因果不昧，搞清楚吧，因果不昧，哦，种瓜得瓜不会种瓜得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前面走的这个一步一脚印呢，啊，绝对有它的痕迹，哦，也就是在过去里面你的人生故事啊，你一定曾经有什么样的结论，导致今生你的家庭组员大家在一起凑在一块，